家好，我是莫莉斯，欢迎来到我的塔罗世界。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啊，我对这段感情有些没有信心，我们两个是不是真的适合在一起？我现在就给大家做这个测试。我现在会从塔罗牌里面选出三张牌来，然后你现在静下心来跟我一起做这个塔罗测试。你现在先想它的样子，然后呢我在这里选一二三，好了，选出这三张塔罗牌来呢，你必须在这三张里面只能选出一张，看你要选一还是二还是三。选好了吗？好，选好了我就来帮你们解释。选一号的朋友，你拿到的这一张牌叫做圣杯八，你看这个人转身而走，表示他确实是不适合你，你心里也有感觉，隐隐约约就觉得没有安全感，你是对的，所以心里要准备，他确实不很适合你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选二号的朋友拿到了这张牌，非常的好，他非常的适合你。这张叫做权杖三，你看这个是一个有远景、有未来，要往长远看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段感情可以好好的走，你要慢慢的经营，不要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选三号的朋友。你拿到的这张牌叫做钱币十，它其实也是非常适合你的，而且这张牌是一种圆满的感觉，这个钱币十，所以呢你不要害怕，要给自己一点信心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选到这张的人，你看人很多，你必须包容他跟他的家人跟朋友的时间，这样的话你们就会相处得更好啦。好，这就是以上的三个答案，我们下次见。